京城几家大赌王店也卖蛐蛐，说不定谢庆就落到这儿了。哦，李卫呀！哎，哎呦喂，老祖宗啊，您来了呀！李卫呀，不瞒你说，我来这儿都两天了，你怎么才来找我呀？走走走走走。 我告诉你，李卫，我来西安可忙着。好，咱们闲话少说。老祖宗这一辈子就不讲闲话，哎，闲话一讲多了，人家就以为你不利落、啰嗦、糊涂。啊，哎，李卫，你借我几个八旗兵试试。借八旗兵？啊，几个？啊，不，几十个就够。老祖宗。 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我实话跟您说，老年拢共就给我这么一个勤务兵，啊，端茶倒水的全是他。您要是想用的，您就把他调走；端茶倒水的事儿我自个儿来。我说你猴崽子，你骗谁呀你？你以为我是摸着仙来找你的？谁骗你呀，老祖宗？我真是既没兵又没权。哎，您不是有您那扳指吗？您那扳指拿出来，谁敢不给你兵啊？啊？ 比我李卫好使，你少给我提扳指的事儿。那玩意儿在西北不管用。那个狼崽子年羹尧，他把圣祖爷的规矩全败坏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您先跟我说说，您要兵干嘛用的？我得谢庆啊。这，哎，甭提了，我费尽巴力啊，从京城来到西安。嘿，那谢庆又让人家给云到开封去了。哎，不，紫衣姑娘。 你说我说的清楚不清楚？哎，明白不明白？老王爷的话是既清楚又明白，还是的。不过，您说让李卫帮您调兵，恐怕他帮不了您。哎，不，我看不如这样，明儿个我们一家子去帮您找，兴许能找到一支您满意的谢青呢。再说了，凡是这有灵性的东西啊，都讲究个缘分。嗯，这人多了。 也未必管用啊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嗯，没错没错没错，是得讲究缘分。哎，还是司营姑娘聪明，比你强。老祖宗，您老上我们家来找聪明，什么时候您把您那点聪明匀出来，让我们家也试试？啊，你们说吧，你们有什么为难事？我看在司营姑娘的份上，哎，再给你们聪明一把。当然有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坐坐。嗯。 嘿，小李卫，我以为你多大能耐呢，也只不过如此。哦，用银子买官，那谁不会？连狗都会。不用银子买官，那才叫能耐呢。哎哎，《孙子兵法》上说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那才是能耐呢。嗯
行，我这回就给你弄一个，啊不，弄两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给你瞧瞧。两个，什么意思啊？一是陕西巡抚的缺，一是让年羹尧出兵。好，有种，有种。 不送了，不，不送了。你去，你认识那三丑啊？见了面不就认识了？就你这熊样，去了也白去，三句话有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上次见的不是年大将军吗？你就是见了他，也不一定比我强多少。那个年羹尧，除非别让我一而见着，见着了。 我照样让他服服帖帖的。你还愣在这儿干嘛？还不快去给我端洗脸水去！啊，那，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哎，哎，媳妇，小满，准备行李，咱们这就出发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悦来客栈。是不是去找三丑？聪明。 我先把这个情况给你分析分析啊。老王爷那边牛皮我已经吹出去了，咱们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啊，银子的事情解决不了，咱先不着急，急也没用。我这就是没钱。老年暗地里不是让三丑来操办这个卖官缺的事情吗？咱们现在就从三丑下手，先把他怎么卖这个官缺的事情查明白，然后咱们再想别的招。姐夫，这些事儿我都知道。 反正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遵命。哎，哎，哎，住小店那是真舒服呀。那是。 天天有店小二给你端茶倒水。姐夫，你说那年之父说的话，咱们能信吗？酒后吐真言，懂不懂？哎。哟，夫人，您住店啊？找人。啊？那找谁呀？ 你们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三丑的人？哦，您是要找京城来的三爷？您这样啊，您往南走，走到南院靠东头那间就是了。谢夫人赏。哎，他是谁呀？哦，他是胡其恒的小妾，叫叶儿。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这西安城还能有我小满爷不明白的事儿吗？哎，他们说这个叶儿啊，可那个了。哪个？那个。我就狐狸味儿。狐狸味儿。那是啥味儿？你不知道算了。骚味儿，对不对？小屁孩子不好意思说了吧？不对。 这是胡其恒的小妾，他来找三丑干嘛？肯定没好事儿。肯定是买官。买官？哟，他要是来买布政使也就算了，可他如果要来买陕西巡抚的话，那咱们可算是遇上对手了。对手？哟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堂堂一个军衔相伴，怕一个胡家小妾？小屁孩子，你懂啥？ 哦，啊，回去听消息吧，大小总会给你个圈儿。啊，那就全拜听三爷了。我会尽力帮你说话的，放心吧。啊，那三爷我就先告退了。笑什么笑？难道我不像个大老板吗？三爷，外边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说是胡其恒府上的。不见，连个话都说不利落。
当个布政使，该知足了。来的不是胡七恒，是他小妾。小妾啊，开门，让他进来。还是得我在下面，你可得看仔细了。三将军吉祥。夫人吉祥，胡夫人吉祥。啊，胡夫人，请坐。来，啊，刚刚沏好的雨前瓜片没动过，胡夫人，请用。将军也坐呀。哦哦，胡夫人有何指教？三将军，我是陕西布政使胡七恒的内人，是受老胡之托来看望三将军的。啊，胡大人是想继续做他的布政使哦。瞧三将军您说的，老胡的布政使做了都快三年了，也该挪动挪动了吧。我听说陕西巡抚那个缺儿不还空着呢吗？哎呦，您这又何必呢。哎，小满啊，你怎么那么重？别晃！哎，哎呀，哎，哦，哎呀，小马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嗯，哎，哎，君还是个精细人呢。啊，三将军快请起呀。胡夫人，您太客气了。别夫人夫人的了，叫我叶儿吧。哦，叶儿，你叫叶儿。哎呀，多好听的名字啊。三十万总该值一个巡抚了吧。值了，值了，到现在为止还
才就你出的银子最多。哎，明天，雅，你来听相声。好吧，明儿个我让老胡自己来。哎哎，别，明儿，你自个儿来就行了，何必再劳驾胡大人呢？啊？那好吧。最好别让人看见您来这儿，来求陕西巡抚这个圈的人太多了啊。没想到三将军您还挺善解人意的。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连这20万两加在一起，胡青红已经送了30万两。丫丫了个呸的，真是财大气粗啊！果亲王来西安了。哦，这是古董店的王老板，让他跟你说。王大千参见巡抚大人，今天小店来了一老一少两位客人。这年轻的我在京城的秋楼见过，为了一只叫谢青的蛐蛐跑了好几趟。言谈之中，这个年轻人口口声声称王爷，这京城只有果王爷才玩蛐蛐啊。你到底知不知道他们现在住在何处啊？住在悦来客栈的北院。哦，王老板，多谢了，请回吧。是。如果要是果亲王真的来到西安，那真是老天爷开眼呐。嗯。我听说你当年在果亲王旗下当过左领，当年又是他推荐你在圣祖爷那儿当了西安知府。是啊，我还真的去拜见他，求他无论如何得帮咱们一把。可是满京城人都说这位爷稀里糊涂丢三落四，已经是日落西山了。嗯，那可是一颗老山参呐。听说你让你的部下都争着给年羹尧送银子，是不是？是奴才的主意。你小看了年羹尧了，那些银子都让他没收充了公了，是不是？这一点上你就是不如李卫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打算呢？都说了吧。王爷圣明，奴才以为陕西关系到整个西北，陕西不能乱。陕西乱不乱，关键在于新任巡抚的人选。奴才想推荐一个人，可保陕西无忧。启良啊，眼下西北这些大小圈儿，连皇上都做不了主，你找我一个闲散王爷有什么用？不过有一个人呢，你倒能去找。谁？李卫啊。李卫？怎么着，你别小看李卫这猴崽子。可是奴才听说李卫整天没个正形，净走歪门邪道。瞧，我说你就是不如他，那正门正道都让人家给堵死了，不走歪门邪道，那还有路走吗？哎，那好，奴才就找他试试，反正是死马当着活马医了。这就对了嘛。哎，怎么了？一个个没精打采的。陕西巡抚这事儿算是黄了。黄了？嗯。我估计这缺啊，八成要归那个胡七恒了，人家那小骚妾一出手就往三丑的手里一塞就是30万。你们是道听途说吧？哎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嗯。不过，你们已经确认了年羹尧卖官确凿无疑，而且还知道了他的代理人，知道谁要买这个官。现在缺的就是一个肯出高价钱的人。然后呢？年羹尧是一个不怕银子多了烫手的人，如果真有人肯花大价钱买这么一个陕西巡抚，你说
他能不要吗？你这是白说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没有人出得起比胡七恒更高的价钱了，知道吗？李相伴，外面有人拿着果亲王的帖子，说有要事要见您。谁啊？他说他叫鲁银祥。鲁银祥？嘿，这么巧的事儿也有，缺啥来啥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叫花子碰见财神爷了，把他请进来吧。哎，是。哎，等等，你说我们要不要避一下呀？哦，你们得避一下，干脆我换身官服见他吧。啊，你们先避起来。嗯，一会儿啊，你把他带到这儿来，我就在这儿见他啊。哦，是。走吧。哎呦喂，鲁员外啊，鲁员外，在下鲁银祥，拜见李大人。啊，不敢不敢不敢，您是大名鼎鼎的关中首富，到我这儿来可没银子赚。李大人说笑了，我是带齐大人来求见李大人。齐大人有事找我，为什么不亲自来呢？年羹尧刚把他罢官不久，他怕来您这里多有不便啊。这是他给您的啊。哎，坐坐坐坐。好，请。哎，这齐大人还真是会找人呢。这果亲王爷可是我的老祖宗啊，他让我办什么事儿，我都得一切照办。行了，说吧，我能帮得上什么忙？李大人，痛快。齐大人见年羹尧只顾卖官捞银子，不顾国家法度和西北的安宁。我家老泰山在贵州任布政使多年，想让他在治世前回家再干上几年。年羹尧不是要银子吗？他要多少，我都出得起。嗯，哎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。要是真拾了银子，我卢某自认倒霉了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不过呢，你可得出比胡七恒更高的价码才行。哎，李大人，这个您放心。只是这个银子怎么个送法，还得请李大人多多指教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年羹尧手底下有一个叫三成的，到时候你就去悦来客栈找他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富帅，三丑说翻台聂台的圈儿已经抬到25万两银子了。哦，那五个差事有12个人出了血，轮不到翻聂的，就顺延到周府，人家的血不能白出啊。哼，胡七恒除了上次送的10万两见面礼之外，又多加了20万两。哦，这个草包还挺会捞银子。傅帅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干脆陕西巡抚就让他当得了。有这么个会捞银子的主，将来我们需要筹集粮饷还会有帮助啊。哎，不急不急，知府啊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你呀还得多修炼修炼啊。八爷一次又一次的送银子给你买这个陕西巡抚，对咱们也算是恩比天高了。是是是，你也该担些事情了，不要整天让那些婊子几个戏子弄得你神魂颠倒的。你也该看看眼下这都什么时候了。哎，夫人说的是，打今儿起啊，我也真得玩命干了。人总得知恩图报。想当年我爹被打入刑部大牢，康熙爷已经判了秋决了，人家八爷三番五次的求情，这才保住了我爹的一条性命。从那时起我就发誓，我叶儿为了八爷什么都舍得出去。哎，夫人，你别说了，你舍得，我胡七恒也能舍得。你这种男人说的话
能信吗？叶儿，今天见到三丑了吧？啊，他怎么样？叫三丑，人倒不丑。哎，你今晚还要出去啊？去找年支付问问，三丑有没有把咱们的银子交上去？年羹尧又是什么口气？那叛军主力就在咱们前面，再不打，怕要失去战机了。打与不打，不是你我能决定的，那要年大将军发话才行啊。末将已经跟大将军提过好几回了，可他每次都跟末将发脾气，说那叛军主力是假的。大将军，要不末将去跟那位新来的李相伴谈一谈。再等等，一来还没有摸清他的来意，二来前边刚死了一个独心阿。报告大将军，前线参将军情密报。传。这末将参见大帅。怎么样啊？天气转冷了，幸好没有下雪，不少营官都嚷嚷着要打仗。打仗？连叛军主力都搞不清楚跟谁打呀？啊，你查一查背后谁在捣乱。前方大营里的各位将军倒还好说，只有副帅岳钟琪整天闷闷不乐的。哼，这个人是我带出来的，我了解他，除了打仗没有高兴的事儿，把兵交给他我放心。没仗可打，不少将士喝了酒以后就打架滋事。如果就是这点小毛病的话，就交给军前相伴李卫去办吧。另外，十三爷的人怎么样了？十三爷那几个门人没什么动静，他们都在山口那边扎营，风沙大，常听他们抱怨说不受待见。那你就把十三爷手下几位将士的驻地安排在兰州一带风沙小的地方，记住，军饷先供。下去吧。是。报告大将军，李相伴有请。啊，好。叶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叶儿想你啊。我又何尝不想叶儿啊。自从上次年公子仗义相救，叶儿就来。年公子，叶儿陪你喝一杯。这大黑天的，一个人跑到这荒郊野外吃肉来了，哼，心里不痛快呗。好，那我今天晚上就陪我兄弟开开心。我这两天军务太忙，冷落你了。有酒吗？果亲王爷到西安来得去程，还知道给我带坛酒呢。哦，要这么说，我还不如果亲王对你好呢，是吧？没你。现在像年公子这样坐怀不乱的男人真是不多见。
我相信年公子日后一定是个能成就大业的人。说句心里话，你可别笑话我。一个男人见了如此美貌的你，怎么能不动心呢？年公子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年之父是绝对不会做让人唾骂的丑事。叶儿啊，老胡的事儿我跟福帅说过，不过他还没有最后答应。这么说，年大将军那个缺还不一定给胡七恒。是，恐怕别人出的银子比他还多。老年呐，这仗要是再不打，等大雪一封山，可又知道明年了。哎，一位啊，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皇上一再催我，让我跟叛军决战，我恨不得一战取胜。可是现在连叛军主力的人影都找不着，眼看着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我比你着急呀。哎，今天前线回报说，我派出去的八路骑兵都回来了，只找到了一小股叛军。我刚才下令让他们继续搜索，如果再找不到叛军的主力，那咱们兄弟俩就得亲自到大漠上去找。好啊。哎，谁不去找，谁就是龟孙子。老年呐，你说你把我诓到这西北来，我还一直以为可以跟你金戈铁马，痛痛快快大干一场。现在可倒好，连大漠的影儿都没见着。你说，到底是因为叛军主力找不着，还是因为你的英雄虎胆让狗给叼走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李卫啊，你没领过兵，打过仗，你不知道打这一仗需要多么周密的准备。我不懂，你懂。哎，我虽然给你约法三章，但并不是一点事也不让干。你说，将士们不打仗，军纪难免松懈。你知道我老年治军是非常严的。你说，整天为这些喝醉酒的小屁事儿，你让我这大帅去过问吗？是啊，你让他们闲在那儿不打仗，他们当然得闹事儿。只要你去找叛军主力，只要你肯尽快打仗，这些屁蛋事儿我来替你管，行不行？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前几天在西安城里，谣传我年羹尧卖官，啊？你说西北这帮混蛋们，我年羹尧是这种人吗？啊？我为了皇上连命都不要了，你说我能看上这几两银子吗？你也看到了，我把那帮家伙的银子全部收上来了，充了军饷。哎，咱们凭空拿到了这么多的军饷啊！是啊，军饷是拿到了，将士也喂饱了。可说来说去，咱这仗到底啥时候才能打呀？去问问菩萨吧。明天我去青云寺烧香，你去不去啊？什么时候变这么婆婆妈妈？行啊，那就去呗。小心啊！没事，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丫丫了个呸的，喝了一晚上酒，除了头疼一无所获。嗯，这一边又要想办法让他去打仗，一边又要摆平那个陕西巡抚，两样都得摆平，能不头疼吗？你呀，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，多伤身子啊！啊，这个老年真是变得厉害呀，他真是拿我当三岁的小孩来哄啊。你说他都已经当上大将军了，他怎么还不知足呢？啊，卖官落黑心钱，那已经是死罪了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贻误战机，他就该被千刀。啊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是真替他着急呀。长此以往，终究会酿成大祸的。你应该劝阻他一下，不要这样一意孤行。怎么劝他？
从前他就不听劝，现在他还能听我的劝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头晕，我得先睡。陆老爷吉祥，陆老爷到小店来，真是……我到南院会客。啊，小的送您。甭了，我自个儿去。啊，三爷，您喝茶。嗯。这位爷，请问您找哪一位？灞桥举人鲁银祥求见三爷。灞桥举人？啊，您就是关中头一号富商鲁员外鲁老板吧？在下鲁银祥，久仰三爷大名，特来求见。啊，哎，请。我岳父在贵州任布政使，已经有六个春秋了。眼下陕西巡抚有个空缺儿，我想请三爷帮个忙，为他谋个衣锦还乡之路。这上下打点要银子，三爷，您尽管开口。您卢老爷有的是银子，这我可知道。可眼下陕府一职，银价已经有人出到了30万两。我出35万两。此外，对于三爷您，我卢某另有酬谢。哼，我去跟上边说说看，您等我的消息。好。你又要出去啊？啊，去趟青云寺。去青云寺干什么？去陪陪老年呗。老年说了，仗什么时候打得问问菩萨。哼，问菩萨。我要听听菩萨怎么说的。回头啊，我还要去找一趟岳中吉岳将军。走了。哎，胡夫人，燕儿，你终于来了。家务事儿太多。好不容易才脱身。哦，快请快请快请。有消息了吗？有人出到了35万两。谁？有名的关中富商鲁银祥。鲁银祥，关中巨富啊，35万，可真是个价儿啊。三将军，你就不能帮帮叶儿啊？眼看着叶儿就让那5万两银子给愁死吗？帮，不帮叶儿，我帮谁呀？可这5万两银子，我怎么跟年大将军交代？那你看，我值那5万两银子吗？值，值，值啊！我这就去给大将军回话，就说胡七恒也出到35万两。鲁银祥的银票送来，你只跟年羹尧说是30万两。这行吗？怎么不行？莫非他鲁银祥还敢跟年大将军对账吗？哼，好，叶儿，就听你的。
只要有你在，三丑什么也不要。下午年大将军去青云寺上香回来，我就去给他回话。年羹尧今天要去青云寺。啊，可能这会儿大将军就要动身了。我有件事得赶紧去办，这个你拿着。以后我就不到这儿来了。这是安乐坊米巷一间房子，我刚租下的。你去告诉年羹尧，这账越晚打越好。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你会得到一大笔香火钱。怎么样？阿弥陀佛。是有何指教？施主礼佛，可谓西行刀兵使。啊，大师为何知晓？此乃天机也。大师还知道什么？请指点迷津。施主此行，天下江山所系，当慎行之。老衲观施主神形心貌，便知施主气血不足，血以养形，气以养神，血气足则神形安。施主欲消煞之际一平西海，必伤神形，大不济。依大师的法意如何？